锦标香港杯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咁啊胜出刚才有少少挨咗出嚟，慢咗啊！前面快嘅马有马克罗斯啦，埋边系毛师长啦，中档第三位欢乐之光啊，咁啊内栏位置有天满意啦，最出灰马系胜出光彩啊！咁啊马林中间咧，咁啊浅蓝衫有跳出香港啦，绿色衫咧就伊迪莎，咁啊暂时殿后嘅马匹咧系嗰只达龙区嚟噶，咁啊转呢个咧就系马房湾啊，前面带头系马克罗斯啊，咁啊响佢入边咧有欢乐之光啦，第三位胜出光彩，咁啊第四位咧就系嗰只毛师长。再后面的第五位跳出香港，后面的三匹马天满意暂时在个尾三的位置，尾二绿色衫有伊迪莎，暂时包了落尾的马都还在那只达龙区，开始包对面直路的中段，接近千二米的段处，前面都还是马克罗斯的带，跟住第二位欢乐之光，第三位胜出光彩一路在出面，第四位有毛师匠，第五位跳出香港，后面的三匹马天满意在尾三内难嘅，咁啊后边两只伊迪莎绿色衫啦，蓝衫蓝帽咧都仲系嗰只达龙区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咯，次序上喐到唔大嘅就马克罗斯欢乐之光，再后边有毛师匠胜出光彩响第四位啊，第五位嘅马内栏位置就添满意啊，响佢出边跳出香港啊。咁啊后边两只蓝衫内栏咧就达龙区，绿色衫白鼻姑咧就系嗰只伊迪莎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咁滞啦，前面马克罗斯仲系占先半个身位嘅，欢乐之光第二位外边。胜出光彩啊！最出跳出香港已经望空噶啦，埋边等紧威啊！毛师长马林中间稳位，仲有天满意内栏嗰边嘅达龙区，外边上跟嚟仲有伊迪莎，斗到嚟最后三巴，前面偷出嘅马见到中档位置欢乐之光，中间上跟嚟有胜出光彩，外边跳出香港，在马林中间毛师长，最出嗰边有天满意，最后一百米偷出系胜出光彩，外边系跳出香港啊！响入边上跟嚟仲有毛师长，接近终点日本代表再执一。就是这只胜出光彩。